哎呀，太不能聊天了。嗨，我今天好了。哎呀，十七回了。回来了。我是怕他们认出我，但我更怕你和他们结仇。别跟着我。哼。可开心了，走。我又委屈。得凶他，呵斥他，那句话。好，你又要吼我。那没有，是你做错了这个事儿。他情妇，我这。别跟着我。你现在提醒我一下，行不？ 这个很珍贵的，嗯，那给你了。他一来我就跟他生气，平柔老对那两个男的就是特别的卑微，然后我一看突然间走走，我不走，是这样，我是因为在意，对，因为想让我好好。嗯，哦，漂亮，来，那个，你看一下第一个。 那个，你们都在看，告诉他们。别吃，第二个。第二个。咱受不了了。哎，你看我这个，这个含情脆的，在三里。跟茵茵睡了啊。 哎，我知道你非要提醒一下。嗯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跟他态度不好？谢谢。要叫回来了。对他比较迅速，这个我比较突然。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也听我哥这么说，我紧张正好。三二一，开始。 如果跟我同一样，我一会儿说。干嘛？别在这儿出来了啊！别在这儿。